走房前。姐姐跟弟弟要来买把布冰淇淋了。把布冰淇淋在往前，用饼干的盒子。啊？姐姐，弟弟，你靠近一点，外面有车车。有巴乐口味的把布。哎，真的有哎。真的巴乐做的。啊，是哦。好，谢谢。你们不要那个饼干嘛？饼干皮比较好吃，还有饼干可以吃。啊？你不喜欢饼干皮啊？要草莓吗？草莓。百香果。我要芒果。牛奶。什么？弟弟，我跟你讲，有百香果、草莓、乌梅、凤梨、芭乐、香槟、牛奶，你要哪一种？乌梅要吗？我要凤梨，我想要芒果。我可以玩一下把布那个吗？好好玩，我可以玩看看。可以。谢谢。这个是古董的。哦，不要扒，弟弟，你要不要扒看看？很好玩。弟弟，你要饼干吗？你要盒子哦。哇，弟弟你会扒嘞，好厉害哦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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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古董会坏掉，你看姐姐怎么玩。哇，姐姐你好会扒哦，酷哦。好，啊，你们要付钱哦，不要拿冰淇淋拿一拿忘记付钱。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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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弟弟。好了，这样客人很多都过来了。对，不错。好啊，没有打工费哦。啊，这样多少钱？你再一个五十，一份五十哦。对，姐姐的有付了。啊，弟弟你的付了吗？还没。谢谢你。好、啊谢谢。OK。拿着你爸爸给你拍照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味的，不是花鹅粉，你说很好吃。OK OK， 不错不错。发的是纯发的做的。好，哇，好多人，弟弟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这也太多人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去慢慢吃吧，好不好？弟弟也吃得津津有味，谢谢老板。好，谢谢。谢谢老板跟老板娘。好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Go go go， 我们去排队了。